跟你讲，我想抽魔关，你们觉得会有吗？我真的不相信他会有魔关。果然官方打我脸啊！我再给他最后的机会啊！各位观众，乌啦乌啦乌啦，海底捞月，啊啦啊啦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按赞数有没有一样？500赞就好，500赞100抽好不好？一次抽光决定要什么方向是不是？不然这样好不好？578赞把它抽干怎么样？578了是不是 ？OK， 来喽，准备好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想抽魔关，你们觉得会有吗？我真的不相信他会有魔关，我没抽到，我不相信啊，不然官方。打我脸啊 ！OK 吗？把一波气刷过去，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最实打的。来，我们来看看到底有没有魔关你哈 ？OK 了吗？来喽 ，Go， 背，关，上，欧了欧了，没有啊，做脏招哦，做脏招。没有，他现在来不及，因为伺服器是同意的，我就不相信他现在可以马上改。欧了，哎，不一定要攻，都不一定，搞不好可以。光师，该做事了哦。欧了。哦嘛。小盾，你不是忍中小盾很强吗？要去云彩抽？什么云彩抽？哪里？不一样好不好？啊！云彩抽那是另外一个好不好？但现在是属于一个放弃的姿态了。来啊，往100抽啊！靠背啊，包包炸了哎、欸！点，我先合一下。这一次出个谨慎心，干！他礼包一堆呢，妈透血。比较令我有诱惑力是这个，因为他直接就给你五星的武将，700赞两包都买。这小礼拜很贵，不要买。那你们先不要按赞哦，到一点多，如果没有到700赞，就没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偷按赞呢？一点之前帮我保持695好不好？我们刚说好一点嘛。等一下，先不要按赞啊！哦，不是说好不要买吗？为什么要？忽然就有人偷按赞呢？看他给我按到71，你们是不小心按到的吧？对吧？应该是不小心按到的，对不对？偏执狂的说话算话，等一下，真的，一句话。说话算话，爽啊！万一这中就爽了。来100抽，各位观众，我啦，有四级魔力炉了，啊！统帅三军，且不知天地变数。再给他最后的机会，魔怪魔女部都可以来了。各位观众，乌啦，海底捞月，啊啦。还要抽云彩哦，要把它抽光光的。我21个哎、欸，我21个招贤令哎、欸，很强哎、欸，850赞，我把这招贤令给它一次干掉。860了，先抽哪一个？云彩的按 A， 先抽9的按 B， 请投票。哎、欸、，B 比较多哦，大家先抽9、哦、来了，各位观众，啊啦啊啦！KO！ 我刚才在思考，我那只是诸葛亮还是神诸葛亮？我那只好像是诸葛亮。哎、欸，我诸葛亮可以进化了哎、欸！
诸葛亮，诸葛亮的歌听少，诸葛亮的歌听少，上该赞。那没事，来喽，各位观众，呜噜呜噜啊，例如呜噜呜噜，傻小，华雄，呜噜呜噜啊，魔将，呜噜，例如。你有魔关羽不？这个根本没有魔关羽的。这个是魔关羽，还有什么关羽的？大家都喜欢关羽。我的关羽，我结账。我的关羽，我只是要一个关羽。不要插我嘞。这是不是要买啊？要买吗？又要买吗？真的要买吗？王小姐，你打赌我不敢买。1000赞，1000赞就好了。敢1000赞哦！我靠你啊！喂，妈直接秒杀！哎、欸，你们真的很喜欢看我花钱哦。来了啦 ！Kill！ 我靠，这样吃好痛哦！就吃这两只啊，再加上这一只啊 ，OK 喽。九星黄云到底会不会会出现在我们73？我们是73还是72？好像73吧，对吧？兵无常势，势不济。哦噜呜噜 ，KO！ 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！生完先买九星礼包，观众不会放过你任何一次刷卡的机会。干，原来你们都有阴谋啊！这就是你们阴谋，对不对？必买买！你们是游戏厂商，对不对？1130，我把它关下去。干，我 VIP 九了，哈？我 VIP 九了，不敢买。1100，菜1100，靠太公阿西了。等一下，我真的觉得你们是游戏厂商，你们是当无底洞啊！去看一下一个月 YouTube 一个月要花多少钱那部影片。我自从花那部影片，你们看后面变净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看后面净空了，大东西全部卖掉了，没有钱了。来来来，一波气收过去，来吧。我干，有点贵。KO！ 买 VIP 九特权礼包比较划算，是不是？好，1200赞，我这两包把它买下去。1200，谢谢各位，来。哦喽哦喽，摩登杯 KO！ 哦啦哦啦，神爪鱼。跳！你们有没有一种激情过后的那种惆怅感？就是你死完之后就有点空虚。我是说抽完卡之后啊，1250张，我把这个抽完，我们来试试看到底会不会中魔关羽吧？大家想知道会不会中魔关羽吗？1256张，各位观众，无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。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的钢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。我是平凡星，无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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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